各位现场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好。我们是大卫四乐团，然后，我们是来自台东东河乡龙昌部落的那个小孩子，然后我们是阿美族的人，然后参加这个活动，我觉得非常有趣啦，然后也可以唱自己的文化的歌，然后跟现在一般的那个流行乐合在一起，我写了一首歌叫《塞责任》。这首歌在阿美族里面叫做坚持用力的意思，然后我写这首歌的意思就是，不管做任何事情还是想什么，就是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力去做，不要放弃，所以写了这首歌《塞责任》送给大家，谢谢。可是过了的夜